成龙与吴绮莉的一段情很短，但因为有小龙女的存在，能纠缠一生。前几日，小龙女太太 Andy 莫名其妙在社交网络上晒出一段话，大意是不满小龙女只知道跟在他身后，没有上进心，这让 Andy 非常嫌弃。没想到破文没多久，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们二人会冷战一段时间，小龙女与太太两人又迅速和好。看来年轻人的爱情的确好似龙卷风。 来得快，去的也快。近日，小龙女在个人社交账号上难得更新了动态，此次罕见没晒太太照片秀恩爱，而是分享了条凌晨吃泡面充饥的视频。小龙女还称这是夜晚女孩们美味的美食。尽管照片中只有一锅泡面，中间还有一个荷包蛋，但小龙女似乎很满足。看样子，小龙女年底的日子很窘迫，好在她心态不错，还能苦中作乐地调侃。 视频中无意暴露出他们屋内的一点角落，似乎房间有些昏暗，住宿条件并不好。尽管小龙女对现状很满意，但太太、M、d 帝并不甘过贫困生活。早前、M、d 帝就曾公开在他的社交账号下喊话小龙女，表示自己很喜欢人们对他有“爸爸”的说法，建议小龙女一定要去拿回他自己的姓氏。对于、M、d 帝的想法，小龙女似乎不太赞同。 他用秀恩爱的方式化解这场公开喊话。小龙女在 Andy 社交账号下留言：“你已经说过了，我只想说我爱你。”公开表白 Andy，委婉希望他不要再提此事。Andy 的想法一直没变，联想他前几日在社交账号下骂小龙女没有上进心，就可以得知 Andy 并非池中物，她是有野心跟大抱负的女生，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吴绮莉对 Andy 很反感。 吴绮莉当初与成龙因私情生下小龙女，那是她年轻冲动下的举动。如今吴绮莉应该是想明白许多，不想小龙女与成龙有牵扯，但年底屡屡把小龙女往认祖归宗的路途上引，摆明了也是想借成龙名气获利。对此，吴绮莉自然很反感。何况成龙对小龙女并不热衷，小龙女之前的所有新闻，成龙都懒得理会。 连记者咨询他小龙女与 Andy 结婚时的消息，成龙也是以收捂耳装听不见来躲避，就可以看出他本人的态度了。若是成龙想让小龙女认祖归宗，早在小龙女与 Andy 流亡加拿大时就会站出来发声，彼时小龙女与 Andy 都深陷救助站，他也没出来有任何表示，就足以说明一切。所以 Andy 的想法终归只是他个人的想法。 小龙女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尴尬的地位，所以她亦不会贸然去认父。小龙女如今的境遇与她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原生家庭的不圆满不是个人堕落的理由。虽然吴绮莉很希望小龙女能有稳定踏实的生活，对她很关心，但是小龙女的结婚还是出走都没有告知她唯一的亲人吴绮莉，所以导致母女二人的隔阂越来越深。 如今他与安利过着四下漂泊的日子，吃顿泡面还要称很美味，真真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。作为知名星二代的他，本该是有着大好年华跟机遇，但因为叛逆个性跟与亲人闹僵，导致他如今陷入这种境地。不知小龙女内心是否后悔过？其实他现在年纪不大，有大把时间重新站起来，而不是总是等着母亲与太太建议告诉他该如何做。 小龙女已是成人，即使原生家庭再如何破碎，她亦不该破罐子破摔，因为自己的人生只属于自己，不该为赌气而糟践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，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，请订阅，谢谢。